哪一天哪一年舍不得喝。哎呀妈呀，鞋够的丢啊！啊，长大后才发现阴森的考试什么词儿来着？哎呀妈，俺们这么大我都看不着啊这词儿啊！不录不录了。让我们尽情怀念吧那些歌词无忌惮的夏天，入脑平时选那么些猪饲料都白吃了吗？邓大奶奶狗眼看的是考的什么？心都能做活鸡，南派猪一片片了不及格。老师，是不是喝错分了呀？喝错你奶奶个三舅们了，喝错了。人家上句明明白白写东北有三宝，啥都找，下句是阴森掉皮入云霄。你还给我填的嗯呢，干啥呢？脑世界最冷的地方是哪？你整个铁炉把南家盖了呀？啊？哎，不是老师，你干啥呀？不就一次考试吗？一次考试。你庆定狼几考好了啊？赶快给我回班，站等死啊！杨秀，天天戴个眼镜，穿个套袖，一坐一探，装个人五人六了，成绩呢？还有你，电刀和迷了门的一只眼就瞪起来了。你倒是挺会来劲的，大题不会也不空哈，写什么祝老师是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你告我了，你一天到底有多少把要货？你个定眼是啥罪己吗？啊，你个语文卷问你李清照是哪朝的？你填个什么？啊，你填个什么？嗯，不是古代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是近代。近代个屁！你说你英语作文要写个有关玩具的故事，你写个什么？李雷还把变形空旷，难以他变形，哭哭狂狂受棒。我要你哭哭狂狂，但是不会写，榜上得拼音，光腚上吊死不要脸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学习就跟咱上厕所一样，没有人能帮你拉帮你尿。这话倒是真的。课代表，把卷罚下去吧。把笔写没按上，咱这个破本带着够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给每个人发了一张教师考核评分表。期末了，学校要每个学生给自己的班主任打分，评分是匿名的，大家不要写自己的名字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。咱来个戒指消粪呢？消粪拉屎啊？不用戒指，我有。不是我说用这表，你这整哪？这个太硬了，我的纸软。不是你别打断我行吗？我说戒指消粪就跟戒酒消愁是一个意思，懂不懂？早上师太把咱骂的跟粑粑似的，咱这表好好发泄一下，咱给来个不及格啊？咋样？嗯，要不给十分？五分你就不少了。那都给个大零蛋吧，反正这玩意儿走个形式，学校根本就不看。哎，看谁画的圆啊？要不你去带初一吧。咱这么做能行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王强，我热。你肯定是太紧张了，耐心点。不是，我真热。不是，这天这么凉快，怎么能热？你怎么戴个棉帽子干啥呢？能不热吗？那我寻思干这事不是都不能露脸吗？找不到别的呢，只能戴这个了。哎呦我天，不用。哎，你看马子平那样。不是，你哥俩都搁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咱又不是恐怖活动啊。目标出现，目标出现，正在向我方靠近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，在那青山绿水旁。哎，找我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欺师灭祖啊！我平日待你们可不薄啊。老你别着急呗，我们真是有事儿求你，在别的场合你不方便说，你没招了，你就把你整这儿来了。哦，你们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哎，凤莲，这通气萝卜这么邪乎？那个找我什么事儿？老师，上午学校吧要说给我们换班主任，好在现在还没决定换谁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我。王强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不止张言向领导，是不是啊？不管你们多喜欢我，我都不会接替史老师做你们班主任的啊！我还是更喜欢无拘无束的做科任老师，请原谅我放纵不羁，爱自由。不是那啥，老师谢谢你们。你们呢，也想开一点，
哦，不是老师，我们其实、啊、我意已决，恕难从命。我们找你不是为了这个啊？啊哈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啥事儿啊？嗯？啊？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们吃错药了？你们也是。他傻你们也傻，哪有给自己班主任打零分的，缺心眼儿啊，石老师天天为了你们。哎哎，赵老师你等会儿呗，你就跟校长说说吧，我们真是闹着玩的，你说石老师平时对我们啥样你们能不知道吗？啊，我求你了赵老师。那我们也找不了校长，谁让我们学习不好呢？成绩重要吗？看跟什么比了。哎呀，这辐条啊，一根一根的这么细，有序的排列起来，给车圈一个环形的支撑力，就能承载几百斤的重量，厉害厉害，真厉害！哎，没事没事，这链子掉了，我上上了。哎呀，这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。走喽！啊，哎呦，这破车子，赵叔，哎呦我去！啊，没事啊！哎，主任，这通气萝卜这么厉害呢？什么通气萝卜？是后胎爆了。看着没，这有辐条不掉链子还不行，这车胎还得有气儿。年轻人没底气，想干啥都不行。希望这车胎能补好。张老师啥意思啊？这是让咱骑车子赶紧撩啊！王老师啊，下午二年三班有些英语课，你去上体育吧。哦，体育？这不是梦啊，我能上体育课了。哈哈，哎呀妈呀，亲姐呀。哎哦啊啊啊啊不行，我已经两年没上过体育课了，我得赶紧去恢复体能啊。哎呦，太激动了，感谢姐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慢着点，这咋了呀？腚沟着火了？我能上体育课了。上个课把你兴奋的，哎呦，那啥，皇上啊，恭喜啊，喜事啊，回头请客啊。哎呀，中午自行车胎爆了，啪一声老响了，我赶紧送修了。这有问题呀、啊，就赶紧解决，干挺着可是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要怪就怪我吧。哎呀，不怪你不怪你，强哥这招出得漂亮，终于可以逃离师太的魔爪了。你闭嘴，现在不是谁怪谁的时候，咱们应该团结起来才是。对呀、啊、人多了捡柴火火苗着得大。大家赶紧想想办法呀，一起。王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现在。徐小明有吗？我也没有啊。健健有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啊，我也没有。哎呀妈呀，老师你啥时候进来的啊？我在上课研究啥呢？这是啊，没事没事，回坐回坐回坐。合计啥呢？这是难不成是要造反？今天呢，跨学科给你们讲点历史啊。讲啥呢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庞大的这个平民起义。对啊，著名的陈广武胜起义啊，说有这么两个人呢，一个叫陈武，一个叫广胜。哎，人家叫陈胜吴广啊。对对，是陈胜吴广。我说这么别扭呢，有一天呢就起义了，在一个什么乡呢？这个大泽乡啊。对对对对，就叫大车乡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这陈胜就说了啊，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去的我都不信这邪，敢讲话了，好死不如赖活。不对不对，同样是死，我得为点啥呀？得死得其所呀，死出个名堂啊，对不对？那咱就起义呗。这吴广一听啊，回头一看，后面好几百号人跟着呢。然后吴广当时就同意了，那你想起呢，咱就起呗。完了就揭竿起义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不是，你说就这要换你，你起不起啊？我起啊。你起起啊？换你起啊？换我起啊？换你真起啊？那我必须起啊。
换我，反正我是不起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最后吧，他们赵老师，你一惊一乍吓我一跳。赵老师，您不必多说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、啊。感谢你对我们的启发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啊，同学们，张老师说的对，让我们也揭竿起义吧。啥玩意儿？如果学校不同意石老师继续带咱们，咱们就不回来上课了。不是，你干啥去啊？误会了，我还没讲完呢。我是想让你们团结归团结，但别冲动啊。起义的最后都被镇压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这学科跨度太大劲儿了，扯着当啊，跑了？你数了次阵了吗？哎，这老娘办事怎么？我骗你干啥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把他们找回来。哎，石老师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找。咋了？不找了？嗯，都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么快就被镇压了？上课时间成群结队往外跑，想干什么？这是被我撞见了，不然呢？没人敢说是吗？班长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也许去南湖。只是在树林里静静地待着，那是石老师第一次带我们出去玩的地方。校长，评分的事我们知道错了，也后悔了，能不能别把石老师换走？当时我们真是闹着玩的。你们说闹着玩就闹着玩的，学校你们家开的？我正要找你们说一事呢，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啊？以为这学校跟你们闹玩的？这事已经决定了，谁要是再胡闹，全班记大过。王强，你小脑袋聪明，就是自制力差，管不住自己。以后坐咱那旁边，在老师眼皮底下你还能老实点，好好学。说你多少遍了，眼睛离树远点，眼镜片多厚了还不注意吗？嘟嘟再大，眼睛都变形了，怎么整？还有你，我是不让你吃东西，你说你净吃些垃圾小食品，那东西都不健康。以后多吃点水果，少吃点零食。马泽平，这个道德问题是你干的吗？你要是诚意，老师跟你一起道歉。不是，是咱们同学干的吗？不是。二班同学都说不是他干的，就不是他干。哎，这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快拿回去，快拿回去！哎呀，甲村的小胳膊小腿，有的钱给孩子买点核桃牛奶什么补补，多好啊！长点胳膊比什么都强啊！以后可别想事了哈。哎呀，还没走啊？这不停干去了吗？不用收拾，不用收拾，现在天胆黑了，快赶紧回家吧。哎呀，我练习上网带了，等我一下。校长，孩子们是阴沉的，你就让我姐带他们吧。石老师，你接手一个更听话的班不是更好吗？没必要非得把他们带完呢。校长，咱做父母的不能别人家的孩子比自己优秀就跑去给别的孩子当爸妈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觉得有的事正是因为不确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还一直坚持做下去，所以才有惊喜可言呢。三班一直就不让人省心，你倾注了那么多精力，有什么改变吗？这学期本来就没少作业，今天要集体翘课，不要再说了。把英语书拿出来。老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坐下吧，书翻到七十三页，我把最后一节课上完。低头撞活死人干什么？魂丢了！我告诉你哈，最后一年了，死期马上就要到了，别好气，瞪大眼，只要学不死就给我往死里学，多给我挣点气，别白白浪费我三年青春。真没见过哪个教室比骂还那么开心。不是石老师，你啥时候学会吓人了呢？还整个把最后一节课上了。怎么啦？最后一单元最后一节不对吗？不吓唬咱们，咱们就不要长记性。这次咱们得感谢校长王凯一面还有张老师的帮忙，知不知道？血浓于水呀、啊。
看来我的车胎也不好喽。校长，你再给我一学期，我保证让你看到三班的改变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说的，我相信他们。爷们儿，车胎补上了吗？来了，张老师，来补上了，补上了，搁那儿呢。啊，补上了就好，补上了就好啊。哎，多少钱呢？啥钱不钱的，拉倒吧。那怎么能行？你看你这人真是的，那个拉倒就拉倒。走了，爷们儿啊。哎，慢走啊，吓死来了。我妈妈从小嗓门就亮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谁在玩碰炮呢？人呢？这都上课半天了，咋还不出来呢？都告诉他们上体育了，是不是找不着我了？不能啊，这操场就我自个儿啊。妈呀，你刚来报道的吧？我长二中三班王强，微博微信搜索长二中，点击关注，这里边那好玩的动画，更多的惊喜等着你，快来快来。青春太匆忙，来不及欣赏，昨天还在操场追逐着夕阳，太多时间都用来幻想，沿那边轻狂信奉作乱。